开始来推动一些产地的有机蔬菜、有机农作物的耕种，然后从利用共同购买的方式来让生产者跟消费者之间建立起一些联系。那因为社区里面居民经过这十几年的一些经营，大家对这一方面的那个理念都还蛮有共识。那慢慢的，我们开始对，就是因为都市里面社区要碰到很多的问题是在生活生产跟生态这上面，包括是我们都市里面的生产跟消费一定是会被拉得很开的，然后也包括我们的生态可能不是那么的自然。所以前社区发展学会它做了一些让我们的生活的社区的环境更自然生态的往自然生态的方向演进，包括我们从前几年，大概两年前嘛，我们就找了社区的志工，然后大家一起把过去的一个很久以前，它就存在的一个水池，只是在过去的几十年被改成了一个景观池，那我们把它重新生态化，把它重新做一个池底的一个整理，然后池栽的整理。那之后就大概每个月我都会有一次的义工去做环境的维护，那包括我们跟社区里面的一所学校，就是清江国小，也有做这样子的合作，就把清江国小里面的一块废弃的空地，我们一样是利用社区，然后跟社区去募款，然后的方式，然后找义工来帮他把那个地方变成一个湿地。那因为其实它基本上在一个半山坡的一个环境上，所以湿地它在那个地方。其实原本就存在的，因为那个地方虽然是半山坡，可是它的地质是偏黏土，然后本来就有一些地方是地质很松软，它很容易就会呈现，所以我们就一直把那个当地的社区朝向这种湿地的方式去扩展它湿地的面积。那另外也因为发展协会在社区过去的经营，那刚好社区旁边有一块很大的空地，那台北市政府它长期以来一直要把那个地方变成一个从化区，要把它从农业用地变成住宅区。那后来也因为社区要累积了相当一部分的过去生态上调查的资料跟就是一些动植物调查的资料，跟这样子的一些居民高比例的居民都比较认同生态社区的理念，所以后来市政府他也愿意把那一个住宅区的规划重新朝向生态社区的方向来重新做规划。那目前他可以说是台北市的第一个生态社区的规划案，那他目前在做大面积的那个地理景观的一个塑造，那大概明年就会有地理景观的一个就完工，那接下来就会有一些私人的土地会完全打折。那我觉得这个生态社区它就是我一直想要听就是对岸的朋友的分享，因为我上个月去上海看市场，然后另外也去参观一些上海的一些社区，像浦东新区的临港新城。那我觉得我在临港新城，我是临港集团的，很反感，因为我觉得，就是大陆在这一方面的推行，其实它镇定的下达方式很快，包括绿建筑啊、屋顶的太阳能板啊、植栽的比率啊，就是它很高的一部分会在这种工程上面做很迅速的就到定位。那我就一直好奇，就是一般居民在这方面的意识，是完全是跟在政府的法令的后面改变他们的想法呢，还是也会有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跟酝酿之后，才会有那种我们也应该要这样做的这种感觉。不过当然这方面在世博里面有看到很多就是全世界的一些案例的分享，觉得很有启发性。这样，谢谢，谢谢。小五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他们提的问题？还是要不要请他再把他问题焦点一点？我就觉得怎么这么巧啊！我今天在临港新城，你们从来没有。我是在临港集团，就是说大陆很好玩的有一个，
他们有这样的工资啊，这块地界。那讲句老实话，就连港集团就这个地方的一个地主，就是这块地全部都是连港集团开发的。但是你，我就基本上介绍一小段，就是说那个这些东西什么绿化也好，那些什么太阳能什么东西哈，是那个是政府主导做的，还是经过一些社区训练，就是慢慢自发的做的？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啊，听说那政府规定跟补助。对，毫无疑问，都是政府主导才做的。你说居民自发的来做的话，没有，就没有。当然，具体效果怎么样，我也不知道。就是说，还要有一段时间，要来观察嘛，对不对？看看到时候他能不能持续的这个运作下去，也能不能符合社区的这个发展，不知道要观察。但是我个人还是比较不乐观的，他不是自然的。我做的就是这些。OK， 谢谢。我想环境工作有时候是要做了再说，那有时候是说了再做，那两种方式互为表里，互为表里，因为有时候得要做，人家才看得到，原来是这么一回事，他跟着在走，速度也会快。那有时候是要说到，大家都觉得对，是要怎么做，那个时候做的力量也会比较持续。那我们还有一些人没有回来工作的，其实是开始帮忙把人引导进来。那在人还没救护之前，我补充一下，刚刚我们的朋友也提到，主妇联盟的共同购买。我不晓得我们在座的刚的团体，这次有没有听到主妇联盟上的这个历史？那我就阶段就不占时间了。基本上就像当爸爸的一样。然后跟妈妈的一样，通常都是到了有小孩的时候才会想到说小孩要吃什么好，那从吃才会发现说吃这个也不好，吃那个也不好，那要怎么样去找到觉得健康的安全的食物，那这大概就是共同购买这样一路发展过来。那我们的时间很宝贵，接下来我们要请我们张颖来跟我们分享。来，张颖。大家好，我叫张颖，来自厦门市绿石村环保志愿者中心。我今天跟大家一起分享的这个主题叫做“绿家园与永续守护，即时因应灾难的社会力量”。那我们那边叫就是应急灾害的一些就是社区的行动吧，是一个意思。那首先呢，我请大家就是看一个片子，就是我们绿十字的一个小短片，虽然只有到就是制作到2006年，大家大致了解一下我们的一些发展历史。